正在充电。不会，他一个技能我都躲不掉了。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打野在我们野区。抓不死我这个位置。压力满头大汗了。无所畏惧，打这手残了，我像个笨蛋。我吐了！我将照亮前进的路。一步错，步步皆错。回家，闻经验吧，这不，只能闻经验了。这帖子，还行，他补刀不是很好，他就补了个三个刀，不搞眼泪了，我这把要出收集者，我要暴杀他。炮车给控一下，面对未来吧。我去，有人送温暖，那没办法了。有人送温暖，他觉得我小日子过得有点差，来给我送一波。他知道我打的球也打得很累啊，就直接来给我送一波。我去，好兄弟，这是铺平道路，不出眼泪了，这把我要爆杀，我要出收集车打他。感受雷霆吧，是时候进行抵抗了。要能把那个推用了。难打，他们已成历史，碰不到他。战锤时间，哇，完全碰不到啊！绝对不要回头。
其实王子抓的挺好抓的，完了，我真的是恶心了，完全 Q 不到他，锤不到他。王子哥来一波，王子哥顶不住了。 我杀星太重了，我很想杀他。放眼未来，变形完毕。我正要享受战斗的乐趣呢。 盖他吧，直接出来盖他吧，这不直接出来盖他，还要闪现的，这波有点舒服了。 不行，打得我太难受了，打这英雄，以后都不想打这英雄了，妈中路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未来很光明。Shut down。 还可以再来搞，没闪的，无限抓他就好了。我去，真得抓这英雄，很脑残的。我不想出魔蝎了。 我想出收集者那一套，哎，那套挺好玩。对面打野打野六级了。 抓到了，那 boss 那个有点不对了，我这不要直接穿上路。 这怎么好像杀起来了？回家出个十字镐吧。放眼未来，真不死这个不能断啊！ 真不能断，十二层真不能断了，我死。回家就是出那个，这波能出巨石的 ，Q
这小黑没大的小黑，变形，给少林寝时送的粉丝牌。 来，要护，抓他一波吧！我被看到了，我去！我被看到了，抓他吧！死了，他已经死了。这帮子玩的比塔站好。 打野打完他会过来，他应该会清那个下路野区，清完下路那么兵他就过来，怎么打这么久啊？他这个很帅，真的。 啊，这里，啊，这里，有点脆啊，小伙子。 这个收坤子狠狠的收坤，这当然还有钱，好舒服啊！往期现在是十四十五度，我感觉这个时间段。 泡到了，没泡死，我觉得能泡死的。开饭了，中路不好玩，去打上路吧，别补位了。 这王子干嘛？倒了，下一件装出这个。 出这个吧，算了，打不到对面还是出这个吧，不大清雨吧，要补大清雨了，不然后面会没什么伤害。其实出个夜之风刃就很爽，出夜之风刃吧，不缺伤害这个，前面那个盾很关键。
是时候进行抵抗了，无所畏惧。我去，快点把他撕掉，铁子。反星满炮，我觉得是挺难的。反正我的话，我应该打不出来吧。我应该是拿不出来。感觉不出眼泪还是挺舒服的呀，有些时候。